从小在芦洲长大的侯山佑，国中开始担任神将角，喜欢为神明服务。也不是刻意安排，像我请中医庙，我经常请到门神、为子宫跟请厨房。太太李佳慧也在芦洲长大，认识后才发现，以前也在庙会里碰过面。从小我哥哥也有在请神将，他也是保和宫的，妈妈就进家会跟着走，那就不排斥这一块。山佑和佳慧一起开了一间鞋店，研发改良后的神将靴。我想要让我们的神将更加的庄严一点。无奈鞋店生意每况愈下，夫妻常为此争执，大吵大闹过了，很现实的就是赚不到钱啊。夫妻甚至闹到要离婚。你哪看我啦，阿妈，你赶快来，爸爸妈妈要离婚了啦。而神秘嘉宾会给他们什么建议？他又是谁呢？周五晚上9点，神将家庭就在公视频道，谁来晚餐？